酒商员工从仓库内搬出一箱箱洋酒，外头早有计程车在等待。接着，工作人员把洋酒放进后车厢，随后买方搭车离开。但可恶的是，其实这位买方竟然是诈骗集团人员。刑警破门到嫌犯住处家逮人，同时在屋内查获许多洋酒。宣誓一下，喊一下时间。原来32岁许姓嫌犯假扮卖家身份，狂称卖低于市价的酒类，吸引不知情民众下定。嫌犯同时扬称买家向真酒商订酒，没想到真酒商收到民众汇款金额直接出货，但洋酒却落入嫌犯的手中。付钱民众根本没收到货，气愤报警，嫌犯借此不停循环诈骗。许贤吉搭车前往领取所诈骗的商品，但真卖家却迟迟收不到，即对该商家提出诈欺告诉。警方指出，被害人共18人，包含买家11人以及�卖家7个人，不法所得超过100多万。不止无辜酒商受害，民众付钱也没收到货，嫌犯自以为聪明，三方诈骗手法最终遭警方一举破获。记者许玉文、王柏英台中采访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